先生，我只是想要口水喝。进来。先生，我只是想要口水喝。打扰了。等等，喝吧。你什么人？谢先生，我是鲁国读书人。看你也不像个坏人。饿了吧？我是来喝水的。怎么能吃先生的食物呢？我叫你吃你就吃吧。不饿？饿也不能白吃人家的，不能不劳而获，不能受之有愧，这样不合乎礼。哼，这年头还有讲理的人呢。你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那先生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吧。吃完饭，我给先生干一天的活。行行，看来我今天遇到君子了。坐吧。这是肉汤。这馍硬，把它掰开，蘸点肉汤，又软又香，你尝尝。先生的腿早废了，趁热吃吧，拿着。
这么说，您是蔡国的军人？我是个弓箭手，在一次作战中，马跑得太快，我太专注于追射目标，当我发箭射中那个军官时，我也失去重心，从马上摔了下来，被后面飞驰的战车从我腿上压过去了。那您后来就学卓玉了？腿废了，只能靠手讨生活了。这手艺先前就会，从小就跟我父亲学，只是那时候能跑能跳坐不住。您怎么从蔡国到鲁国来了？那时候我父亲还活着，是他老人家用马车拉着我到处找活干。这手艺，太平的时候活来找你，战乱的时候你就得找活去了。当下也只有一些高官显贵才做得起那些玉佩挂件。啊，就这个。真好看。俗活儿，也就是看看外表，本来也没什么用处，无非是那些有钱人喜欢把它挂在身上，炫耀一下自己的富贵罢了。那这些玉箭头是做什么用的？这些玉箭头都是那些富人用它去射猎。玉箭头比铜的轻，但比铜光滑，飞得快。古代的时候有玉箭、玉钩兵、玉戈、玉刀，许多兵器都是用玉做的。用它们来打仗吗？听我父亲说，殷代以前是，周以后大都是做祭祀仪仗、乐舞之器，也有做殉葬之物的。我见过祭祀时用的。哎，你想不想见见真的？想啊。哎，是周的吗？说不定还是周天子亲自用过的。先生快拿来看看。从那个柴火堆里给我拿过来。下边那个，那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玉钩兵。你摸摸这块玉，它温润的，就像有生命一样。是啊，先生，我感觉到了。它不仅美，还平和、亲切、朴实。您说的没错，它是有生命的。这生命是周天子宽厚仁爱的胸怀和您祖上平静如水的心态铸就给他的。先生，先生，您看，家常便饭，不是偷就是抢，一波一波的来。
没惊着你吧？有先生在，我不怕。好，你先睡吧，明天一早你就回你们都城。不，先生，我想跟您学射箭。君子要学六艺，不能只读书。要不是遇到您这么好的先生，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学。恳请先生教授。好，好学的年轻人，我教你。谢先生。都十几天了，也看不见人影。你们再给我想一想，他还有可能去哪儿？我连大牢都找过了。秋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他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子路啊，把那个给晚夫看看。念念，哥，我走了，我要读懂。这俩字不认识，这么说，这是他留下来的口信。说话呀，子路！你倒是说呀！我又不识字，我怎么知道这是他留下来的口信呀？这么说，他走了没有事儿？他呀，读书读傻了，宁偏认死理儿。他要干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大哥，我估计他没事儿，就是到外面读书去了。是呀是呀，他去读书了，我们分头去找。得往城外找，我们城里基本都找遍了，要往远处走。你说他这个傻子，他读书去乡下干什么？老先生，您怎么了？怎么躺在这儿了？刚刚躲闪不及，被马给撞了。您受伤了，都出血了。来，没事儿，歇会儿就好了。来，喝点水。起来！哎，哎，哎呀，哎，老先生，您是祭司吗？谢谢了啊！哎，老先生，老先生，您要去哪儿啊？
老先生，您年岁大了，又受了伤，我想我应该送您回家。我挺好的，这不没事了。老先生，我不回家。老先生，不管您去哪儿，我都应该送您。抛下受伤的长者不管，是不恭不敬、不仁不义的，非君子所为。老先生，我帮您拿吧。好啊。就是他俩。嗯。那香瓜你们已经吃了，不是告诉你们要等祭师来吗？这瓜味道实在太香，我们忍不住就……没关系，只要莲子一起吃就可以了。我们没兔子，这次又小又滑，我们都吃了。好，那我问你们，你们愿意去吗？柳伯伯待我们就像自己的孙女，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们，她护佑我们长大。柳叔叔告诉我们，安葬完柳伯伯就要举家南迁了。我们不想远离鲁国，我们愿意留下来。他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我们愿意陪他去，还做婢女继续服侍他。早点歇息吧。
坐吧。哎呀！啊！刚刚还是绽放在阳光下的两朵鲜花，就这么被阴冷潮湿的泥土埋葬了。他们正当青春年华，本来应该成为娴熟的妻子，慈祥的母亲。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的美好，却早早的，活生生的，随着一个老人的尸体走进了坟墓。他们为什么要承受如此悲惨的命运？君子，修己以安人。我游走于村野之间，访贤人，学礼仪，求人道。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仁者之道呢？只会修己而不能安人，能算得上一个高尚的仁者吗？子路，子路，你干什么去啊？我去找先生。你看这马。襄公时，继五子执政。刘老先生那个时候任司寇，他不畏强权，对暴政是嫉恶如仇，屡屡犯上直谏，还为襄公鸣冤，最终呢，被继五子贬为庶民。他自打离开了都城，就一直住在乡下。他年年赈济百姓，散尽了家财，也得到百姓们的尊敬。倘若百姓们得知他的死讯，也会为他按轻的规格送行。这样呢，可就招致了灭族之祸。我琢磨这葬礼不对劲儿呢。称刘老先生，却按清的规格，而且子夜下葬。按理，这庶民也没有殉葬之说呀。我既然敢带你去，就不怕你说出去。先生别当我是小人，君子言而有信。我只是在想，这位刘老先生是否与先贤柳下惠有关？嗯，小小年纪，你还知道柳下惠？他三次被贬，以正道立身处世。说得不错。可是这位刘老先生与柳下惠并无关联，虽然他们命运相近。那我猜，先生您一定与刘老先生共过事。你猜对了。那时候我做大宗伯，主持各种祭祀典礼。不提了，三十多年的往事。襄公换成了昭公，季武子换成了季平子，改朝就得换代，官场没啥意思。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农民，挺好，这儿踏实。可读书就该出世啊，就该想着天下社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什么年龄说什么话吧。当下鲁国还有几个人懂礼？不是先生失去了价值，而是鲁国失去了礼。哦，难得呀，鲁国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把这些年收藏的书简，当然大部分是与礼有关的内容，还有这些礼器祭器都送给你。先生，我不能要啊，这可是你几十年的心血啊。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个读书人，是个君子，是个认准了方向痴心不改的人，这些东西留给你有用。我再占有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已经是有归宿的人了，还能活几天呢？这些东西对于没用的人就是废品，对于有用的人才是宝贝。就依你这样勤奋好学，心怀天下，不说做多大的官，成就个圣贤也未可知啊。做成学问我信，若能如此，老夫也就对得起我的父母之邦了。子路，放的时候小心一点，轻一点啊。谢谢晚父。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大伙找你都找疯了。晚父，你看，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你呀，先别光顾自己的事儿，赶紧去你哥家报个信儿吧。孟皮哭了几次，操心死你了。哟，我给忘了，是我失礼了，我这就去。快去吧。等等，秋秋，有个差事你挺合适的。什么差事啊？继父那边缺一个。晚父，您别提什么继父，我不想给他继孙大人还有那个管家杨虎干活，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哎，你知道是什么差事啊？无非就是些打杂的差事。你说过君子要懂六艺，都是什么来着？礼、乐、射、御、书、数。对，数。记账。让我去记账。哎，阎禄，听满腹说他弄回好多破书简，还有些没人要的破铜烂铁，险些把马累死。我还以为这些天他干什么大事去了，原来是去捡破烂。那不是破烂，是有用的书简和礼器。哟，还学会护短了。告诉我们什么是礼器啊？对啊，什么是礼器啊？礼器就是，反正就是礼器。子路，晚父是不是带大家去见齐管家了？对呀，他还让我的先生去当伟力呢。你一口一个先生的，那晚父为什么总偏向他？怎么不推荐你呢？我不如他呀，我先生能写会算，你行吗？秦章，你别演戏，人家的秋能写会算，他是能行。瞅你这么长时间了，连驾驭都没学好呢。行，我不行，他什么都行，你们都行。你们谁也不如我先生，他好学，还懂六艺，
你别一口一个先生的，我没看见你跟他学什么，就看你惹是生非了。我已经开始认字了，我还会喂马，我还会洗马。哎，子路，你干什么呢？他在洗鼻碎嘴马呢。管家大人，都清点了，粮食210担，这是清单。给我干什么呀？去，交给管库的奇观管事。诺。孔丘。管事大人。孔丘有礼了。孔丘，这是刚送来的货单，你给抄上。是。哎，这是你寄的？对。真像晚父说的，一点不差。我把所有的物品都分门别类，比如粮食册就只寄粮食，这样就清清楚楚，永远都不会乱。好。孔丘啊，你以前记过账吗？没有。你不会骗我吧？真没有，小人才骗人的。那怎么熟练的像个老账房啊？万事都有规律可循，只要肯动脑筋勤奋，都能干得好。说得好，那我就不打搅了。啊。伐木丁丁，鸟鸣莺莺，鸟鸣子路，你还干不干活了？我这不正干着呢吗？我学先生，干活学习两不耽误。呸，还学人家秋，人家往前走你竟往后退了，我看你啊越学越回去了。您看您这一说我又忘了。您说的对，我不回来怎么学呀？伐木丁丁，晚父，晚父啊。啊，奇怪先生啊，你忙，没事没事，我来看看你。没什么事儿，来看我干嘛？哎，不会是孔丘有什么事吧？哎，孔丘有什么事啊？我是来告诉你，这个年轻人好啊，真跟你说的似的，一模一样。他知书懂礼，认真勤快，还聪明。哎呦，真是不错呀、啊！凭我的眼光啊，那还能看错人？再说啊，他这么高的时候就跟着我学骑马，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我信你，晚父啊，我是真信你啊。不过别的情况你了解吗？你指什么？他有没有说下亲家？或者有媒婆给他？哦，你是说他的婚事啊？没有，真没有，保证没有，我了解。哎呦，那好，那好啊。奇怪先生啊，不会是你看上孔丘了吧？哎，家有小女，年龄相当，我呀正在找女婿。这么说我可以做你的媒人了？对呀。先别美了太早，人家秋啊认不认这门亲还不知道呢。哎，
那就瞧你这位媒人的啦。那好，子路沿路。哎，去屋里拿上酒罐子，到酒馆打上一坛子酒，再买上一块肉，要大块的，越大越好。好嘞。哎呀，哎呀，哎，齐冠先生啊，你请客呀，走啊。哎，好。结婚似乎是每个人一生中的大事，可是孔子的婚姻却记载很少，只知他娶齐观氏为妻。我很难想象他的结婚场面，他会用马车接新娘吗？会办酒席吗？会闹洞房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时光过去了2500多年，虽然孔子经历朝历代的尊崇，甚至奉为圣人，但我想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恐怕也会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正如眼前这对新人，对未来夫妻共同的新生活充满憧憬，他们渴望激情、甜蜜、恩爱、幸福。孔丘，孔丘。管事大人。哎呀，结婚都小一年了，你也该改改口了，你该称我岳丈大人呐。您是季府的管事，我在您手下干活，在干活的地方下属见到上司理应官称。嗯，在理也对，那就在家里叫吧。好。这是，啊，今天是鲁军登基10周年，文武百官都往宫里送礼，鲁军也照例回赠给各府礼物，东西太多了，季孙大人也不稀罕，就分派下来了。这么说，这都是鲁军赏赐的？啊，也可以这么说啊。来吧。这干嘛？抓阄啊。是怕分不均吗？东西不一样，抓什么是什么。也对，这样公平一些。来。鱼。哎，真的是鱼。我刚才还想要能抓到鱼就好了，没想到还真是鱼。哎呀，我女婿真是有福气呀。那赶紧给夫人拿回去吧。嗯，她怀胎10月，也快到日子了，用它熬鱼汤下奶。哎呀，告辞。你丈母娘那时候啊，就喝鱼汤，有什么好笑的？秋，恭喜你啊！看，这是鲁公赏赐的。啊。快回家看看去吧。哎，你爹回来了。是儿子。你叫什么名字呢？今天真是个大喜的日子，鲁公赏赐了2条大鲤鱼，我又有了一个大胖儿子。嗯，你就叫孔鲤吧。孔鲤。嗯。嗯，你是一条大鲤鱼。大鲤鱼，大鲤鱼。秋，有人来了。许是张妈来了。张妈。嗯，娘家的，我打发人去叫的。哦。哎呦，张妈。哎，没成想啊，这么快就生了。哎呦，快让我看看。呵，这么好的大胖小子。哟，这位就是你的夫君。嗯。
张妈好。嚯，还真是有里有面的啊！来，给我吧。一会儿啊，我给他收拾出来。你有事忙你的，哎，家里的活啊，有我呢，我干了。仰之高山，参之九天，弹琴修文章万卷，锦绣文章万卷。曲折何往，来者追赶，千古圣贤风帆。